这怎么办？时局动荡，无数贪官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，以致盗贼四起。抢钱！抢钱！抢粮！抢粮！抢女人！抢女人！小姐，你说我们这样跑出来，老爷肯定饶不了我们的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去见未来姑爷呀？你是很想把自己嫁出去吗？小姐，你这不说话的，这黄沙野岭的怪吓人的，我害怕。我们不会会遇到山贼吧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要再说，把你扔下去了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。给钱！哇，山贼！还有，你们刚才偷看我撒尿，这得加钱。谁偷看你了？我刚才干嘛呀？撒尿。加钱！你什么你？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！哎，要死了！什么玩意儿？我要死了？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冯雷带人快到山寨门口了。什么？小姐，他妈的！合约还有几日，冯雷这个龟儿子，你七大姑八大姨还有舅老爷都在山寨。刀不要了，反正你也不会用。哇，小姐，我们被他们骗了，才知道啊，这树根本不是他栽的，他只是浇树。二当家，怎么样啊？这上！来者何人？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怎么？敢打劫你官捕头，大侠，还请麻烦复问一下。要死了！大侠，饶了我，我第一次打劫，没有经验，你饶了我吧。算你倒霉。小小衙役居然敢拦我家小姐！衙役怎么了？你不也是丫鬟吗？哈！要不是看在我家小姐的面子上，我今天非打爆你的狗头！哎，好了，注意点形象好不好？我们好歹也是……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在县衙门口吵闹啊？禀大人，这两女子擅闯衙门。对。还说打爆我的狗头，小姐，哎呀，你闭嘴！这是我们家小姐江月，江知府的千金。知府啊！下官杨林见过江小姐，江小姐，这边请。还不赶紧滚一边去！送你了。哎呦！青龙刀，新任捕头关于前来报道，劳烦通知一下县令大人。哟，是关老大呀！县令大人正在会客，你先里边请。
这是我路上顺路抓来的山贼，太吵了，把他打晕了，把他关起来吧。关老大就是威武，还带见面礼过来。关老大要是喜欢，这刀就小的送关老大当见面礼。可以，不错。嗯，哦，走。此扇是我开。带下去。不知江小姐来高崖县是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嗯。何事下官可以代劳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来看看我未来的。我家小姐就是路过此地，没啥事儿的。哦，那这样吧，我找人带江小姐游玩几天。哎，好歹我们是知道了。话多，那就有劳杨大人了。大胆刁民，当我们不存在吗？对对呀、啊，什么刁民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这么跟我说话啊？你是？我是新来的县令，你敢推县令是吧？县令啊？县令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观音，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小的狗眼低看了大人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！杨大人，这是新上任的县令，艾大人。哦，下官杨林，终于等到艾大人了。嗯，好。嗯，你什么你啊？你喜欢我？你说往昔我贪故意，便情绪放肆。